刚才在内院的时候，我想起了和父亲的往事。老岛主，从小我和我阿姐就很怨恨父亲，他一直忙于公务，从不理睬我们，甚至从小到大，我和他交谈的次数都屈指可数。我觉得他厌恶。 但是在内院那段时间，却是我少有的幸福。父亲给我吃他亲手做的枸杞桂花水晶糕，那个糕点很好吃。虽然现在我也记不清那是什么味道，但是让我回忆起父亲时，没有那么的怨恨。父亲，你等我一会儿。 是这个味道，是我儿时记忆的味道。真的，那太好了。月儿，你怎么会有这个秘方？其实，这个秘方是我今日无意间在内院里意外获得的。 夫君，我觉得呢，老岛主并不是心里没有你们，他呢，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，默默守护着你们。有时候啊，爱不一定要说出口的，那些没说出口的爱，反而会更加深刻呢。老岛主很爱你。 我也很爱你。
懂。月儿，月儿，月儿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